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走啊，陈哥，去喝点。走呗。养鱼呢？看不起谁？还是你好啊，不会因为别人的情绪而牵动自己的情绪。我就像生病一样。你是说范范吗？这杯酒可是你自找的。喝酒呢，就别总垮着个脸。我觉得吧，只要你坚持下去，你和范范会度过所有的困难的。喝吧。女人就像甩，抓不透，摸不透。可我觉得帆帆很可爱啊，而且她也不难倒。帆帆特别可爱，非常。但是我搞不懂她，你告诉我该怎么办？搞不懂，是因为你不够用心。我还不够用心啊，刘二春。知足吧，你喜欢的人喜欢你，那我呢？我只是不去打扰他，把感情埋在心里而已。我就没有喜欢的人吗？你已经很好了，你多幸福呀。我幸福吗？我好痛苦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每天的心里啊，焦急呀，我该怎么办？刘若琛，我告诉你，陆帆帆就是因为高如文的事情才远离你的。他怕和你在一起，高如文他会伤害你。高如文，我绝对不会怕他一点点，绝对。刘若琛。我羡慕你，我想去找范范，就见一面，见一面。你都喝成这样了，还见什么呀？我回家。陈哥，我送你。老板，买单。星哥，你这是往哪儿跑啊？你要去哪儿？我送你就得了。师傅把我送回家。师傅，走。
吧，嗯，你真喝醉假喝醉啊？这是帆帆家，不是你家。嗯，哦，是我家。嗯，喂，别敲了，这大半夜我会被抓走的。我给帆帆打电话，你坐下。喂，喂，帆帆，我和琛哥现在在你家门口，麻烦你出来一下吧。好，我马上出来。你们这是？琛哥他喝多了，非要来敲你的门，我没办法才给你打的电话。他怎么喝这么醉啊？先进去再说吧。慢点，慢点。凡凡，凡凡，我让他回家，他非要来你这儿。他知道他不喝醉，我一定不会让他进我家门，就给我整了这么一出。那我的使命完成了，你好好照顾他。嗯，你注意安全。早点休息，到家给我发消息啊。那我先走了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刘若琛。别是。嗯。别装了。真醉了。这么疼，是不是发烧了？来，我们起来吃点药，吃了药再睡啊。来。
怎么在凡凡家？凡凡不要走，凡凡不要赶我走，不要赶我走好不好？傻瓜，没有人要赶你走，好好休息。嗯，晚安，凡凡。你进来了，快回去休息。我没事了。是好多了，我怕你没胃口，给你做了皮蛋瘦肉粥，配了点小菜，一会儿吃了你再睡一觉。以后不许再喝这么多酒了。我就是和秦阳吃烧烤的时候喝了一点。一点，一点醉成那样，也不知道你们是去吃烧烤还是去喝酒。不喝多咋进的来？行啊，出去等着吃吧。Yes sir。我现在在你姐姐这里进展非常顺利。难怪姐姐今天请假了，原来你在她那里呀。你好歹也是个助教，也稍微注意一下形象吧，这头发跟个鸡窝一样。但我生病了呀，要不你给我洗个头。洗头？你自己没有手啊，自己回家洗。生病了没有人照顾我，万一我晕了怎么办？那要不我再顺便帮你洗个澡。你要是愿意的话，我 OK 的。想那么多。这思韵洗发水好香啊。我觉得差不多干净了吧。再重一点。这样。往右一点。这儿。再往右一点点。这儿。对对。刘先生。嗯，我觉得您倒是享受自如啊。那。继续啊。继续。您辛苦了，可以冲了。怎么样，我发型还可以吧？还行，和皮卡丘差不多。我和皮卡丘比，是比不了。那也差不多。他比你可爱多了。我不可爱吗？好了，转过去。刘如晨，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去啊？啊？我头还有点晕呢。头晕啊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那我待会儿吃完午饭再回去。我只是想多陪你待一会儿。
周末派对快乐！你们人来了就好了，干嘛还带东西？你们怎么来了？我教的他们呀，我们好久都没有聚会了。阿姨最近怎么样？她好多了，而且自从我爸爸进去之后，她的生活状态也好了。我爸也说了，等她一出来一定戒毒，我们一家人好好生活。那就好，你有什么困难及时和我们说，千万不要客气。我会的。其实我看得出来，助教他很喜欢你。为什么你们要分手啊？其实我也有我自己的苦衷的。经历了这么多事情，我真的很开心结交到你们这些朋友，所以我希望你们真的能够幸福。你也是，我也希望你也能幸福。翻翻周末派对，即第一届包饺子大赛即将开始，你们两位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赢的人可以获得陆氏自创菜谱36式，输的人可是要对对方说3次“我服了”。准备，开始。想到这两个大男人如此心灵手巧啊！经过我们一致决定，获胜者是秦阳。我服了，我服了，我服了。不管你服不服，也不管谁输谁赢，反正包的这么多饺子都得吃完。嗯，走吧。吃饺子去喽！从来不相信他们说的，无法改变现实。现实改变我，在每一个崭新的日子，努力不做败者，美梦总会成真。让我感到幸福，因为遇到你。从那天起，我会变得相信你早晨的呼吸。是比太阳还闪耀的繁星，带
给我挥散不掉的记忆，你是必须